你好，是 Scott Dreyer 卓文，现在本一位我们的望月教学学生，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？Kevin。OK，Kevin，然后你在中国住哪里？呼和浩特。OK，在内蒙古，right？Yes。OK 呀，我们是在内蒙古，非常非常棒。然后 Kevin，你上我们的望月课程多久？一年那个样子吧。OK。一年是去年九月份开始，对不对？Yes。Yes，现在是六月份，就第一个学年是昨天，是你最后一次上课嘛，对不对？今年。Yes。OK。所以你觉得，你一个礼拜上课几次？两次。OK。礼拜几？礼拜三和礼拜四。OK。晚上几点？晚上8点到9点。OK。Good。那你觉得网络教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有助于提高我的口语、听力之类的。它在哪一方面帮助你的口力跟你口语力跟你的听力？是真正的来自美国的人在视频上跟我教学，发音发的都是很标准的。OK，good。我可以发现我跟他交谈的英文标准，发音真的非常标准，so，恭喜你。是你今年小学几年级？4年级。OK，所以你觉得那个？网络教学有怎样？有没有帮助你的学校的英文上课？有。在哪一方面？可以帮助我提高我的学习成绩和口语能力。OK， 所以你看你的成绩有改善吗？有好吗？有。Oh, good. Very nice. Well, Kevin, thank you very much. You're a very good student. 谢谢。Thank you very much. 谢谢收看。